好，咱即摆就来开始吼。即摆迄个我看，敢若有天气的吼，咱是是安尼，三个人讲煞吼，咱就来回答。吼，啊，再来都三个人安尼。吼，因为人足侪，可能迄个问题嘛，足侪有共款的问题。啊，讲第一个迄个问题就讲，我讲好好地啊啦吼，安尼好无吼？咱第一个先，诶，天气第一个是谁？哎，陈登木理事长。 那麦克风再递过去哈。哎，各位长官，那个陈木就不用再讲，那我先，我现在不是理事长啊，我是那个算专业云林加三代都是，那个我是陈登木哈。啊，各位有特点有兴趣的人啊，不妨可以复播一下陈登木三字啊，那里面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啊。那。 我就先提两个简单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渔民保险，像是渔民保险的问题哈。那个前提是那个劳动部劳保局的公关科一个陈小姐有打电话跟我回复，其实我也知道一些答案跟问题了哈。那他其中有讲了一句，就是说渔业是一个高风险跟危险性高的行业哈，是成长是不错。 刚刚我们看守说，不是长，刚刚那个林执行长有讲一些，我觉得这些政策虽然是找金钱母啊，但是对我们现场的养殖渔民的感受是感受不到的哈。如果说我们是要接地气的话，是应该要直接。我针对最近几年。 几年那个贩运商，尤其是养殖业倒闭绕跑的风潮这个问题，提出个人的建议哈。首先呢，我一直强调，当你是党的时候，就是说自己销售自己的生产的东西，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我们现在的产销方跟合作，其实规模都不够大。我的想法是说，可以成立一个类似。 区域性像屏东物流或者屏东渔产公司，这是台北渔产公司，它是一个消费性的渔产公司，它有官方入股，有台北市政府的股份跟农委会的股份。那我呢，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做一个发起人的角色，就是只要有意愿的人，渔民自己入股当渔产公司的股东，就不会像现在，因为你现在说。 你当翻译商或什么，又能翻译商，他需要有缴交什么保证金什么，这个都已经是股市。你做自己销售的东西自己销，哎，自己生产的东西自己销售是最直接的了啊。那我也希望说，哎，像我们养殖业基金或者是现屏东县政府啊这边可以入股啊，哦，赞助啊，像其实我们陈氏家族在屏东林边家东。 即理事长也知道哈，应该是有一个口碑的保证哈。如果我今天发钱出来当一个渔产贩运商，那么势必应该大家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釜底抽薪的一个问题了哈。现在我们有一个顺口溜，就是讲，哎，刚好这个事件是在中秋节都听，哎，听下来为你们看听嘛哈，啊，不听掉第二听嘛。 即马卖鱼啊，你要爱用现金。我到时上面时阵，我即马渔民，第一次问到讲，啊，你有通得着无？这是非常基层，养殖业者生产了那么久，就养了一年，然后鱼卖掉，然后开50天60天的票，然后他恶性倒闭到跑，现在找不到，然后这个其实事后往往主要我都没有办法。然后刚刚我讲那个鱼保的，就是说现在，哎。 这个应该不需要可不公开户，就是说现在那个各区域会他渔民保险的话是，哎，不能再用雇佣的名义，因为，哎，观光科陈小姐有讲是说，渔业是高风险性的行业，只要你有雇佣一个稳定的话，你就是中小企业主，势必你的那个保险的资格会被取消，然后你可能要用其他的方式，然后看各个区域会去怎么去。 现场是怎么办的？都，解套的方式啊，这样子。以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渔产行销买卖，
那这个事情的推动，我请这个陈副组长来。
讲一下哈。那就刚刚曾小姐讲的这个部分哈，刚刚讲那个樱花虾，我比较不知道，那个欧姐知道吗？知道的。对，那没关系，你哪怎样哈？那我们先让欧姐先回答，之后再来让这个困难副组长这边来做后面的这个回答。大家老早哈，我是海宇所新的所长，我全较早嘛伫渔业署上班，诶，林副署长甲陈副署长是我的旧官啦，啊，其实真欢喜来当来甲人屏东啦哈，听人大家的心声。那我相信重点不是樱花虾啦，重点是讲要安怎降低我们的风险，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嘛。啊，既然副署长呢叫我来回应了哈，来紧，但樱花虾的部分呢，我给阮陈科长来应。伊是一个自主的一个管理的组织啦。樱花虾的部分呢，它当时是为了渔业资源的永续，那它自己的一个自立公约。但是我们养殖的问题呢，他没讲嘛，大家有外头先讲着，咬起无咬啦，咬尾嘛无咬啊，只个收的就较厉害。我是认为讲，来遮探讨就是安尼。那我想啊，樱花虾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讲点的，伊也要针对樱花虾介来讲啦吼。那啊，既然我来讲，我就先讲了哈。那个啊，渔民保险的部分呢，哈，我想那个今天组织科的这一个记者有过来，事实上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了。他雇主他还是有一套规范的，好啊，用也是保险的国内来回应。那翻译箱倒闭，我有听到这个消息，啊，听到嘛就艰苦，啊，这个无法度嘛哈。同时，咱有一个农产品交易法，然后经过人议会啦。哦，伊即个拍卖啊，伊都爱交一个所谓即、這个那个手续费嘛，啊，渔会都会来甲你保证嘛。而且贩运商呢，伊买一来，甲人买鱼啊，有一寡相关的规定啊。哦，但是咱过去人渔民呢，哦，总是咱较场外交易，从即个部分呢，就是大部分未来干嘛呢？要不要这样子做呢？事实上是可以讨论的。哦，但是咱呢，团结啊，咱啊，既然外口的人外加卡棒来，加两块，啊，你就买鱼啊，倒。啊，开票开六个月，那种物件我嘛唔知影，啊，对过去经过的，所以讲整个产销制度确实啊，从过去到现在呢，是啊有需要大家啊这个来检讨了哈。那成立合作社，事实上目前是有这个机制的啦，嘛就做合作社，运作了嘛袂歹，啊，但是某一关呢，运作了无好，大家入股了呢，啊，总是大家拢沟通意见多，啊，伊个人台湾人就是安尼。较辛苦的，哦，就讲伊的一个有啥物好处啊，是安怎？所以讲这个部分嘛，咱台湾人嘛，大家爱深思啊，哈，甲过去无同啊。因为即摆是一个信息哦很发达的一个时代。那台湾呢比较困难是怎么样呢？我们尤其到大陆去，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正常贸易。如果你运到其他国家，因货两讫 ，LAC 开过来，哦，我们透过正式的国际贸易的一个方式呢，事实上我们都有保障，不管是离岸价或是到岸价，这个都可以去谈的哈。啊，所以讲养殖移民这地呢，哦，所以讲啊，可能是爱去思考啊，较一劳永逸的。如果咱有法通到咱的高岗厂啊，为了经哦，大家要安怎来制作，或许是一个方向。但是呢，它的利润啊，比如说咱过去讲九块五、三八、五八，哦，一个概念啊。现在整个生产啊，只要我们能够降低成本，有一个合理的利润啊，哦，啊，过来就是咱的品质啊，拢确保。我相信啊，这问题咱解决了吼。那屏东县政府呢？以潘县长的这个任内，咱即摆有成立一个屏东农产公司啊，我相信大家各位应该有听到啦。啊，内底有一块呢，哦，嘛是会来处理咱的这个所谓水产的部分。啊，但是咱水产即摆较麻烦嘛，吼，就讲哎，到外鱼啊要安怎卖？咱内底上个大的股东啊，全年是咱哦上个大的股东，所以未来呢，我相信这块县长非常的重视啦。哦，啊，当然后壁要安怎处理的这个。阮县政府这边会搁甲大家进一步来讨论，看卖要安怎解决这个哦，要哦人的品质啊，人的量啊，人要安怎去甲伊计较啊？像公司已经也成立啊，哦，爱农的部门开始运作，啊，鱼的部门嘛是来我们去纳进来了吼。啊，过来这个外展服务这嘛是业务的诶，这个工作，他那个外展服务，伊是诶劳工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劳动部的全责，啊，但是呢，伊有顾及有。
这个失业率顶顶啊，所以讲伊有一套标准的，讲你啊请无工的话，会当透过人个只移民组织，无管你协会协会，啊有一个比例比例的原则，啊总是要找着雇主嘛，因为迄个人日本人造影，相爱负责任，有一套相关的规定啊，所以大家首先建议的这个所谓外展服务的一个顾问，或许啊未来啊。我们养殖协会或是渔会啊，渔会员工比较多，也可以啊，来尝试啊。啊，他有一套流程跟计划书，待会可能我们那个渔业署的长官，我们陈副署长会跟各位报告的哈。那曾小姐的问题一样啊，就是我刚刚跟小一并回答。以上我先简单这样子做回应啊，谢谢。好，谢谢。那我们谢谢我们陈副署长。那个灯务跟业主的问题，其实拄只那个陈所长已经回应跟差不多了哈。即卖的方向大概有几点是会当考虑的，比如讲第一个讲成立合作社嘛，吼，啊第二个就是讲，比如讲咱协会，啊是讲咱协会，咱会当做一个迄个中间的平台，啊，比如说，我们业者，吼，有一个组织，因为你要教育会或者是协会当一个平台，那个我们业者的生产的量要够，他才有办法去帮你找销售的对象嘛。那可能，到时候贩运商或者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跟我们生产业者大家都有缴交部分的钱，在那边当做类似保证，吼，或者是你刚刚讲的是那个共同基金的那种概念，啊，到时，上好是卖发生问题，但是啊，发无万不见发生问题时阵，有这笔的资金，吼，会当来去运用还是弥补，这是一种方式。啊，第三个方式就是讲，其实咱迄个农产品市场交易网吼，毛讲啦吼，协会就无毛，就是讲会当做共同运销啦吼，共同运销。那其实共同运销概念跟刚刚讲的那个渔会当做平台那个，其实有点类似。那到底要怎么做吼？刚刚也回过头来，其实就是我们业者要有自省跟自觉，而且要有意愿嘛吼。如果大家生产业者大家意见观念都不一样，你要说叫这些人出来做这个平台来去做整合，哦，因为站在消费，站在贩卖的人，哦，超市啊是啥，因为立场是，你要有长期的会，啊，还有稳定的品质的会来提供，所以我们业者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跟觉醒。那这个细节，我想我们养殖协会或者是渔会这边，大家可以先做一个讨论。那渔业署或者是县政府，必要之后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好参与看怎么把这个事情来去把它做得更好，这样子。好，这是业主跟灯梦提出来的问题。那再来那个秉辉提出来那个外展的部分，我直接要做这个说明嘛，吼，就是讲农委会的今年开始吼，做那个外籍渔工外展的农务的服务的这个示范的计划，吼，啊，这个吼对，上往咱的渔民团体也是 NGO 组织吼，来提出来申请，所以伊拄只所以有讲啊吼，伊就是以你这个团体有参加劳保的人数，吼，一比一你他聘请的人会当请较较侪，吼，啊，迄个上悬的额度是较较侪，啊，所以即摆就是讲，咱会当看卖啦，吼，看倒一个单位有兴趣来做这个平台，吼，啊，咱渔民业者来登记，啊，统计有需要缺工的人的时阵，啊。这个平台就来搞农委会提出申请，农委会有一个审核的机制。我即马了解就是咱高雄的主管区议会啦，在北康啊了区议会啦吼，啊，搁有南关区议会拢已经有提出来申请啦吼，伊嘛有准啦吼，有准一寡名额来试办，所以这个部分也许啦，咱议会也是协会，咱应该先来了解到咱有需求、有缺工需求的这个人数，啊，咱才会使阁进一步来看讲是毋是有法度来代办这个工作吼。啊，再来就是拄只讲到迄个请人吼，保险无取消，阮有登记证，你遮是毋是像登记证出来遮搞靠来说明一下吼？做完吼，迄个义务问题，即个稳定的代志嘛。啊，因为咱劳工保险条例第一条第六项，啊，第一项第八条规定就是规定雇主啦吼。所以咱是又跟毋知讲规定雇主的关系。啊，所以伫咧请即个稳定时阵，请你
雇佣契约阁是写六个月以上，还是一年、两年？啊，这个规定，你写雇佣契约写六个月以上，啊，着劳保局检查者着不符合资格，啊，伊着讲安尼袂使。所以咱以后咱着是讲有请稳定啊，啊，雇佣契约着爱写雇佣时间着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安尼着好啊。咱着是袂使超过三个月，你若超过三个月，劳保局检查落去着是毋对，哦，啊，咱袂使。啊，所以以后咱。阮雇主请稳定雇用期间，而且咱改做一届当雇用期间一个月、两个月，安着无超过三个月，安着会当解决问题。以上报告。好，咱拢差不多回答吼。啊，主要是咱一个联工产销的问题吼，拄啊一个财务组长嘛讲三个方向啦。阮其他拢会做记录，吼、哦，都会记起来，吼、啊，爱一直回答袂过来做记录。啊，我咧想讲这个模式，吼、哦，这是有几个模式，那个把它真来后咱体会，吼、哦，啊，跟咱子协会，吼、哦，就送一些不同的模式啊，哦，大家啊，给啊，还有县政府这边的哈，那不同的模式来看看怎么样，大家有可能来做的，哦那这个县府这边好像也有这个平农发吧，是不是？好，那平农发可不可以合作？好，就一起县府这边来做培养，好，让他们比较安心，能够去养羊。好，因为变得后面他们怕说那个整个销售的部分会断掉，好，尤其现在这个状况。好，没关系，这我们就做记录，你们再来。台农发，那还有就是说哈，那个外销或是内销的问题，这个也是，啊，这个单位企业来怎样讲，一些企业就不一样，好，而且这样，好，别外销啊，是别内销，各种还怎样，好，哦，这些销售问题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好，来，我们第四个要，好，那我们再来请李金生理事长，是。哎，主席、副市长，哎，各位大家早，哎，我李市长李先生吼，我今嘛是要讲这边话吼，这边话拄啊变动关系上节，啊上节拄啊人家当放了，但是它的市场呢，我们单一市场大部分拢伫中国大陆，好，少部分在香港啊跟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我们主要的市场在中国大陆，要自强一雄。但是你要去大陆的，你一定要建立，哎，伊的需要建立证明伊的贵。那这边咱在开会时，我们已经放宽了到每一分地啊，到放宽到8000斤。但是近几年来呢，我不得不钦佩我们的移民，伊随后，然后在益生菌的影响之下，一进门天，不管都产生到超过10000斤。那超过这的部分呢，他我们的希望啊。要抓鱼的时候，必须要去申请，执行要签到8000天的时候，这底类，那个时效性，我们的后账期的时候，时效性有遐定多，你当因为受限价是当一直当去处理，唔干了，执行要去底类底类。啊，所以我今摆听讲的是讲，我们既然是养到这么多了，而且这么优秀的鱼，啊，你当个放宽，一分地一公顷，一分地8000万，然后我们一分地就是10000斤来。放宽过边的申请的标准，好，这一点好，谢谢。哦，谢谢李理事长的这个提问。好，来下一个是，还有再请，再来请那个郭明志理事。好，郭理事好。宇宙的各位长官大家好，阿兰郭伟基的第六长好，我一只我用代表这文件做。各位移民朋友啊，食鱼啊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无？有无？有。最近咱有看到媒体报道无？咱国内足侪有关的统计单位咧报告，咱鱼啊为2010年到2017年，本来是偌侪国人一年当食鱼是18.43公斤，啊，即卖咧到2017年，总话做12.42，减30%。所以哦，
咱大家啦，你爱讲咧以后，你爱介绍袂好，安怎安怎，这是温柔原因的啊。伊是安怎，咱内销咱食的拢一直少伊。啊，我即卖就是一个问题，咱啊一直少伊，感觉咱政府啦，啊，敢若拢也无去发现这个问题，也无讲刘安。刘安南加强推广的，人个鱼啊咧会做猪，咧会做猪粉啊，猪肉咧好价啊，嘛是搁咧推广。啊，咱鱼啊鱼啊爱卖，叫阮阿叔拢咸鲜煮。因为今仔日我拄啊是咧问迄个主持人啊，讲在咱个文化足侪伫位个单位哦，啊，要来听咱个心声啦。啊，结果在座个敢若也无半个伫位来，可能咱鱼啊嘛是弱势啊。不过吼、哦，我袂放弃啦，我是讲希望讲鱼肉素。在这个鱼产品的推广方面哦，要加强的啦。年底要到啊，咱立法院要开议了，啊，希望你宽列预算哦，啊，看会当大鱼啊好啊推广一下无？因为食鱼啊确实对咱的健康有帮助啊，哦，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两天啊，迄呐，9月23号，可能大家来看新闻，拢该知影啦，那个。瑞典那个水果林啊，桑伯格啊，伫迄个高威迄个讲啊，啊，近来的气候变迁啊，世界问题真大啦。我按插前三区插接过啊吼，我感觉哦，诶，咱南部人和北部人无同款嘞，北部确实人，南部毋是人嘞。咱遮人咧治水的啥物方案哦，咱下拢个风风天气拢个30年个，北部第个105年个，敢若阮袂输阮南部人，毋是人啊，伊无适应解啊。我咧强调就是安，大家拢知影，世界气候即摆极端的变迁的内头啊，吼、哦、啊，尤其阮永石区，咱市个所在，伫台湾即块岛拢是下游的所在，较下游水的所在。我就是讲希望吼、哦，咱的副主任也听着阮的心声。若唔啊，佫想我咧饮水的话啊，等于我也需要反应啊，抽水机啊，啥物的，吼、哦，需要恁帮忙的，下手较慢，加变我意思啊。啊，无，阮已经用几啊十年啊啦，唔系等到底是刚讲现话讲的，讲平等原则哦，哦，阮是应该食到拢饱啊，哦，这是第二点啊，希望吼、哦，你会当照顾生产区，尽量莫饮水啦。伫这点中时，我咧讲希望咱的永续业者就是讲，咱渔业署以后的政策，伫鱼种啊啥的时阵，你要加强买落时阵哦，会当针对这。气候变迁影响到就是国土保育，因为按咱讲的，你若讲一句较现实的，你国土若无保育啊，哦，以我在地养殖的地方家东乡来讲，我下游的地方淹水了，有一天我赚了花了，我鱼又越盖越高，可是紧接着淹水的地方是什么？就淹到中流了，所以在国土保育上。哦、我希望渔业署在推广这个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第三个我要讲的，刚才我们的介绍人有讲到那个什么溯源管理 QR code 在我那个当时在当中华医学的时候讲到现在，一直在政策推广，没有一个实际行动的。刚才一位的长官都有讲到农产品市场交易，我就希望说，你如果真的有心要那个要产品要溯源、哦、我们要保障那个消费者的那个卫生的那个品质，你就修改农产品，建议修改农产品市场交易法嘛。你没有做 QR code 的，你就不要进市场嘛。啊，你要进市场就要做 QR code， 然后你就配合里面的那些一些办法，办预算管理办法，还有刚才讲的。很多人讲到那个，其实农业金融库有在做那什么类似房子的那个里面保证啊，那个里面保证的观念在我们这个全国的金融金库已经有在做了，我们可以搭配很多政策来做啊，这样就可以保障我们这个养殖业者的产销交易的那个秩序啊，啊没有别人家倒了，现在倒了不是问题呢，倒了到时候我们都讲啊政治问题啊。现在大家都这样搞到最后就是政治问题啊。哦，还有一点就是说，这第四点就是说，我上一个多月前，那个陈主任、陈执行主任有在那边，我有跟他提过啊。石斑鱼如果
去国外没有竞争的，大陆现在那个珍珠龙胆讲这么多，我们可以产品多元化。我有跟他提到那个什么恰聚胺的问题了，哦，啊，他是一时间他也搞不清楚恰聚胺是什么了，啊，我年纪比较少了，年纪比较小了，那个恰聚胺跟我们现在一般市场讲的恰聚胺是不一样的。那我的意思很简单的，是说水师所这边可不能帮我们开挖哦，以前有的那些品种好的，那个价格很好哦，可以让我们来养哦，就是因为我上次开会的时候到，好像他们也没有什么答复啊，啊，今天再讲一次啊，哎呀，哦，这是以上四点的啊。好，谢谢。哎，我们还有一位。还有一位是我们那个水产协会理事赵立环的提案啊，然后由我们二十几个渔民一起联署，然后他这边的提议大概有三项。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如何使我们的渔民跟耕作者均享有渔保，可行吗？然后第二个议案是早期渔业的发展均依水而生存，致使海水渔业耕耘者均靠海边生产，产生使用地为国有财产局所有，是否可开放耕耘者可全面承租国有地？然后第三个部分是，请农委会及县政府能多补助渔民所出入的生产区，生产道路安全，不再行走坑洞的道路。以上三项。好，来，我来请一下这个回答的人哈。第一个是这个方案。好，这个话的问题就请芬兰副组长啊来回答。啊，回来的是一个推广的部分哈，中山可以回答吗？好，这个我们其实基金会做了蛮多的哈，那我们让这个中山研究员来回答。那后来是淹水的问题啊，可以吗？好，计划组郑明副郑研究员啊，因为作为拥挤部的一港点的。来让他回答一下哈，他回来是QR code推广这个修改农产品交易法这个，好，来这个，那过来农业金库的履约保证，我们今天农业金库没有来，就一起哈，然后过来是恰聚胺，是陈主任还是我们组长啊？对，来那个啊。那后来是那个赵立华，余宝，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余宝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提案的那个应该是说，我们一般的渔民现在目前的那个余宝限制是要有那个，先，好，这个组长。哦。是如何使渔民耕作者均享有渔保？啊，这应该没关系，你知道吗？你知道就你来回答，好不好？好，然后再过来是那个承租国有地的问题，啊，这个你知道吗？那不知道等，如果不足我再来补啊。那过来是这个道路安全，那。民富这边的，好吧，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先，从芬兰这边的开始。咱理事长讲的迄五鱼吼，伊拄则有讲，咱年初伫同款伫咱这个南碧区议会有开过会嘛吼，咱当阵有决议的，就是一公顷，咱以五十栋做上限嘛。如果啊超过五十栋时阵吼，咱会当减负相关文件，比如讲买鱼啊再收起，也是放量生查报，啊，咱来由屏东管监户来查核认定啦。啊，你拄则讲的，就是讲，我讲着讲，会可能到时买卖时阵有时效性问题嘛，吼。那是毋是安尼啦？我想一个办法，就是讲，啥人有饲量超过较侪，其实拢知嘛。啊，饲的你就是要卖嘛，是毋是你？会当先甲即几户的遮个吼，你认为讲伊的生产的超量的，恁就是提前来完成这个查核认定的这个程序啊。你莫等到要买卖的时阵，你再来讲阿卖无来怪政府讲无紧的去甲你看是啥。
不是啦，依照程序啊，咱来请屏东管建户来查核认定嘛。啊，你即马我意思讲，这个查核认定，你要等到你即马我那边来收的时阵，你再叫人去查核认定嘛。因为你放偌济，你首先就知影讲，我可能一定是超量的嘛。啊，你饲就是要卖嘛，所以你如果真的觉得是有超量的，吼、哦，一定会走上查核程序，那就提早把这个步骤来先完成嘛。那到时因为屏东管建户去查核过啊嘛，啊，你到时。较晚去，我那要收的时阵，你都袂拄着讲这个时效性的问题，吼、哦。这个咱是不是安尼来处理，吼、哦？啊，再来就是迄个民治啊，民治公领建户是不是强制吼、哦、来修改迄个农产品市场交易法，强制讲诶渔民啊生产的物件拢爱 QR code 吼、哦。我想即卖因为是民主的社会啦，阮即卖是用。对啦，我知道，我们现在是用鼓励的性质啦，吼，啊，看渐渐这个部分，看怎么能够，哦，未来能够让这样子生产符合，哦，这个食品卫生安全呢这类物件吼，用，哦，可以来增加啦，吼，我大概只能先这样子来做回应啦。那细节，因为你讲要强制做 QR code。我们先问问你，咱你屏东养协嘛？屏东养协的成员里有多少的业者，哦、可以认同或是要求政府要强制去做这样？我想这一个政策的形成，可能要先大家有一些共识，然后、我们慢慢凝聚这样的一个共识。但是民治讲的是对的，因为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是愈来愈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吼、哦。譬如讲，阮拄只讲的有一寡行销，阮就去找迄个贩运商，吼，也是找餐厅来处理。因为迄个餐厅也是贩运商，譬如讲全联来讲，伊就要求讲，你渔业署要跟我合作来做行销推广，你这个产品是不是有经过产销履历，是不是有经过 QR code 溯源的？所以大家，我直接嘛是讲，甲咱的生产者吼传达这个讯息，吼。食品的安全，吼、哦，甲这个认验证是未来一个趋势，啊，咱一定爱朝这一个方向来行，安尼吼。再来就是承租国有地的部分，吼，因为，这个国有地是迄个国有财产局因的管理的啦，吼，所以是不是较细节啊？是伫倒部分，吼，是不是会后咱再了解看卖，看安怎，譬如讲。屏东管政府也是好，伊业主也好，会当来合作。啊，其实我知影有一个管区，我当袂记哩吼，人伊嘛是有透过管政府来去协调，然后到时伊个去举证，讲认定安尼，啊，后来就是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想，中央或地方，跟我们业者大家一起来努力，那是不是你？我们实际，因为你讲的现在是比较一个概念性的嘛，哈，实际是有在哪一个地方有需求，那我们是不是也许我们也可以找国产局再来去做讨论，这样好不好？好，好，一些我想问。来，刚刚这个另外还有两个问题，我想我这边来回答哦，那。你刚刚讲的咱这个鱼，跟咱这个咱国产鱼新鲜问题，我其实刚刚开始我嘛也说明了。那其实这几年来，真的政府跟咱不管在新鲜方面的话，大家说跟我说，比如说是温基嘛，我为着要吼咱国产鱼，咱优先进入到咱的一个咱下游体系的话，我问大家讲，咱三大 Q 只要有咧标上的物件的时阵，拢会当优先入比一种咱国中小的午餐加。咱国券从何？啊，这部分就是讲咱生产者了，我都当配合政策来生产遐尔，我尽量阮政府嘛帮大家来做通路。哦啊，第二个部分，咱生产部分，我即位当鱼亚素嘛，这个除了外，那个有补助阮伊个养殖基金会，也有补助各地的产业团体哦。比如讲，可能我们在各地，阮比如讲，你各地办很多产业推广活动，那产业活动我们就是能够也能够让我们在地的那团队能够去行销他们的水产品种。那另外就中央的部分的话，那渔业署这几年来，我们在做的行销活动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我们可能就是会帮我们的渔民，我们朋友湾湾的渔民，可能讲假设讲，基本上最近可能前阵子石斑鱼 get 小卡普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前一阵子的话，
关于约组这边的话，我们就想办法去媒合，比如说我们就媒合我们的一些那个贩运通路，比如说我们的假设包括换了一个全联超市的部分的话，能够帮我们去推广那样东西，推广他们的那个我们国产的那个石斑鱼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会借由像说每个，我们也会找一些产业团体的话，实际上就是到我们台北的那个希望广场哦，不断透过这样的渔民直销的方式来去做。那另外过去的几年的话，我们渔业署的话，基本上也都有透过都办理一些相关的竞赛，比如说这些年办的水产精品啊，那前几年也有办一些石斑鱼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评鉴，那这种东西都是透过行销活动。那但是刚才在所讲的话，那可能未来的话，可能我们再想办法再多争取一些行销推广的一个经费哦，能够再把这些行销的活动再做的能够更大更全面哦。第二就是咱这个玉林股长讲迄鱼鲍的问题哦，因为这部分我都无啥了解，因为咱即摆咱渔民哦，咱即摆渔民要参加咱渔会会员的话，咱有一个迄个区域会员那个审查资格认定要点哦，这部分咱只要是咱比如讲咱的渔民，因为咱若符合这个资格吼，基本上去渔会去申请应该是，而且我无啥。无啥了解讲，你到底你反映是问题啊？是不是讲说讲，咱的会哦，阮迄个阮有条个同事伫遐哦，咱是不是咱会当究竟是讲，阮是不是你食你的问题？你当你转跟我较详细看，咱简单来讲，是讲咱来找机会吼，咱来实际上看你即摆你拄着问题，咱个别咱来处理安尼好无吼？咱想讲帮忙讲咱是不是即个问题的时候，我请阮同事吼来甲你咱直接咱来找机会看讲。那你看有的时候是都比你看以为这会完结，你起码是都得是稳不稳定啊？好，好，二，阿姨兄。刚刚那位先生提到排水，那个是因为我们科技计划集中审查的时候，中港的部分，那我们所长特地主办那个跟那个产业座谈。那他提到有关于那个洽税，其实我们的会议记录已经送到总所。那这部分因为贝类的研究主要是我们的海水研究中心的台西试验场，那个是他们在贝类研究比较专长。啊，一概毛共的，好，一洽税已经在了，干一头，可能种类有点跟我们屏东讲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是会请，就说如果你有屏东这个的样本。然后送到我们东港或者是台西那边，然后做鉴定。那至于说繁养殖方面的，他们如果可以进行，然后也会进行这些养殖评估，看值不值得做产业推广哈。那这部分我们水事所一定会全力来协助哈。以上报告。好，谢谢主持人。你要回答两个哈，一个就是生产区的。防止淹水的部分，还有道路的这个维护的部分。主席、各位渔友大家好，那青华组这边呢，针对说明一下有关那个养殖区淹水的问题。那我们屏东这边养殖区淹水最主要的位置在我们的养殖管线，可能都放在水沟内，会影响排水的情形。那这部分呢，县府是已经有在检讨这些管线纳管跟清除的工作，但这些部分可能还是要花一些时间，那所以短期的抽水区的需求部分，那署这边是已经有拨出十几台的那个抽水机，已经有放置在温丰的养殖区了。如果后续还有一些抽水机的需求的话，可能就是请我们鱼友再跟我们县府这边提报一下，那我们在后续的计划再来协助一些抽水机的支持。那再来就是有关那个道路的部分，那我们所了解的养殖区的道路可能在。应该说在今年以前，我们养殖区道路大概都针对六米以上公众使用的道路为主。那因为很多地方的反应都说，我们养殖区的道路都比较窄，可能需要一些道路宽要拓宽。那署这边也有来检讨，那我们今年已经放宽到四米以上。所以有关如果道路有需求的部分，那可能还是请各位鱼友这边再跟县府这边会诊一下需求。那把这些需求送给署，我们找时间来会看一下，了解这些优先顺序，那我们再去做上。好，我跟郭兄姐哈，其实因为刚刚在讲那个整个邀请顾问那引注也在讲，
整个淹水是水利署啊，它会整个去做规划，那我们会在这个整个淹水的这个大计划里面，那这个除了淹水的经费，也有这个经济部那边的这个经费在做，那未来前瞻的明年和后年，对，110年哈，那前瞻计划大概如果110年要开始来做的话，其实明年就可以开始来选址，然后做一些设计，啊，然后来做哈，所以。那公都以他他五样的收财哈，他就跟我们讲，也跟县府讲，县府这边也会跟我们来合作。路的部分哈，过去6米，现在已经放宽到4米哈，那未来4米的道路也可以来整修，好，安尼去导道路是大概就爱滴的物件啦哈。啊，拄仔你讲迄个渔获的代志，刚刚迄个中安署这边有啥物要开始哈？拄仔咧讲到这个渔获问题，我伫遮大概照我所了解啊，甲咱各位做一个报告吼。咱的因为咱的渔获伊规定是讲，你是自营，就是讲家己咧饲的，啊，就是无，或是无一定雇主。哦，无一定雇主的意思讲，我无固定咧有吃，我来你遮做十单，我来你遮做一月就做两月就。啊，咱渔获来讲的时阵讲，你一定要3个月以上，变讲你要请会使。你就是拢短期的，啊！你啊常常你啊换了对吧？变成个做麻烦的。哦，所以咱渔民朋友，我所知啊，就是讲意思讲，希望咱是有法，就是讲，因为农场伊会使请4个人还是5个人，这是可以申请的。因农场安尼规定，我早进前迄个兴达港渔会，曾经我先过，就是讲，伊的问主，劳保局甲罚钱，因为有请人，伊请人了讲。你请人了，你是雇主，你得爱家己成立一个投保单位，伊都不叫报，你袂使来报第三类咱的预报。哦，所以现在刚有发生过这个问题。我所知影是因，你时阵了，因假是有透过因高雄遐立委，伊要甲修法，修法讲是不是当比较这个农场，哦，我会当固定上会当请10几个人安尼。哦，啊，这个部分可能爱个，拄仔我知影咧，陈政府在讲的是。伊咧讲的是应该是这个问题啦，咱是希望讲啊，收翻可以，但讲我咱当下几个人，唔要讲是底下了这几个月这几工，安尼变成你要举证这个物件很难去认定这个东西啦。啊，想个就是讲会使，希望建议咱业主这边是不是当去加收翻，讲会当比较农场，我咱会当过年会当下几个人，我只要无超过，我就不用再成立投保单，就按里面的筛过一样。哦，这是我所想的，张英雄做的，我想谢谢。哦，谢谢咱回家中安组啊，我大概知道问题啊，好的，是你得温主啦，温主自己也要有劳保嘛，哦，他们都请人了，固定请人了，伊的薪水都变成不是劳工了，这个问题应该是劳保局哈，那温磊要提起来哈，再反映到这个劳动部，好不好？好，这等于是。咱嘛是劳动者，他是雇主，就变成两种身份。那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劳保能够持续呢？好，对吧？刚才在讲什么？好，好，刚我们把它记下来，然后再反映到劳动部。好，好，那都安那处理了啊？还有登记的吗？那个我们现场的李金生理事长，他还要补充意见。我看看有。各位好。咱相信咱屏东县有3个的海事公园占地，咱温凤，但是隔壁呢有的3个生产区，下埔头、东海、大庄，这较近呢，17年都没有动静，连一点砖啊拢还袂拆过。啊，这人要做到当时，啊，屏东县政府嘛，即个认真呢，啊，渔业署嘛，即个认真呢，啊，到农委会时，这上面看咱就唔知啊呢，啊，下当，哎，渔业署咱下当做到上面地步无？因为按照渔民足积极、足想要讲。我这滴水全类，有十个月我鱼仔就现光安尼。好，谢谢你补充一下。哦，我来回答了。哦，其实我一直咧争取这个钱啊。哦，所以这部分哈、哦，我们也会跟这个欧泉所长这边来合作了哈、哦。那争取到钱，我马上来做啊。因为有这个设计，有的已经设计了，有的还没有设计嘛。啊、哦，那还有要修护的部分啊。哦，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想办法，再找这个经费来做。
那有没有已经确定要做的？修护的部分现在确定了吗？跟大家说明一下，现在我们民众实际上，好，那等一下呢，那我请所长再补充。我先大概说一下，现在我们知道民众有很多做的那个海水供水工程，龟峰大概是一个最完整的那个。再来就是我们在龟峰的南侧，也就是大庄东海下口这边也有一座，现在是在设计当中的案件。那之前都有讲所谓的备用水源嘛，现在是在检讨互为备人的状况，那可能针对设计内容会在跟县府这边再去沟通检讨。那其实在更南侧有个北四寮的部分，北四寮海水供水，那现阶段呢也在跟县府这边检讨，是不是我们针对水源的部分，就是水质水源的部分，就另外一种宽坡井的方式来推动。实际上署不管署还是会，对于我们屏东的这些海水工程的建设，都是一直在持续在努力当中。这个我补充一下，首先我们要感谢渔业署啊，这个温峰哦做得太好了。这么人温峰嘛，人也这个主意嘛，你讲嘛吼，他现在哦，大概哦，他每一年啊，每个月应该是现在好像基金好像好几千万了。听说我们不要讲里面的东西，要做了前后。啊，所以讲呢，人也这个环啊，这个、北四寮啊，哦，啊不是不是，下虎头、东海、大庄，伊嘛希望要安尼啦。哎、啊，所以说，虽然即马进度是安尼啊，确实啊。术语对这个进行看起来是绝对是的，其实我可以讲，陈副主委，好、哦，会伫在团听下伊嘛，阿玲嘛分到这个部分嘛。啊，副主委有甲咱讲讲哦，钱唔免烦恼啊，叫小树哦，赶紧来倒下手。啊，我八月七八来报道，啊，我九月十一号啊，吼，去台北去农委会审查，吼、哦，因为他已经送到那边第二次审查。那基本上呢，委员呢也。很多委员的支持啊，哈、啊，但是就是有一些工法，可能就是委员有一些意见，我们会调整。那农委会呢的这一个长官呢，有跟我们讲啊，说在明年啊，啊这个啊开始啊，明年跟后年呢会有经费来做。那整个规划目前呢，县政府当时的规划是啊经费差不多要六七亿，我如果没记错了，阿良行做第一笔啊，哦、啊，这个暂停的部分会先做。啊，所以说那个因为当天哦、啊、在座的长官啊。这个包括我们民务员教员也没出席了哈、哦，啊，所以讲呢，阮即马就是讲教员的意见修正了后啦哈，啊，有可能啊，伫修正的过程内底，我会跟咱的地方、咱三区的用一区诶，包括理事长大家来讲，因的意见啊，咱改进了，吼、哦，这个模式是安怎，是不是会当符合咱的这个需求吧哈？那如果无问题的话啊，我相信啊哈，这个基本的设计啊，哦，应该是会过啦，会过啦哈。啊，但是即马较问题较大的是讲，因为咱即个经验超过，所以讲呢，咱势必呢，伫第二期的过程内底啊，如果啦吼，署里啊吼，继续来支持我们的话，我们要把整个包括后续的配水、哦取水，整个案子弄出来之后要送到，因为它工程经费超过四亿以上，要送到这个工程会这个程序，可能要这样子补啦。啊，所以我比较甲各位报告，应该那无意外的话啦吼。应该阮有叫几个公司啊，赶紧照委员的意见，赶紧去修正。啊，修正了了后呢，阮会甲人的里面啊，哦，大家过来讨论。啊，嘛邀请咱有数位长官啊，都来共支持。哦、啊，当然啊，除了感谢再感谢了。啊，至于费用水源的部分呢，我们的规划，我们的想法就是未来呢，希望从这个温峰到我们的三个养殖区下虎头，哦，甚至于到番子轮啊。整个沿海线如果能够这个串起来啊，它的工程经费第一个会减少，不用再设立支管出去。那第二个呢，这五个养殖区域呢就可以互通来这一个这个串联啊。好，我先用这个我先用这个镜头找死啊，那行。哦，谢谢啊。这个咱屏东的这个海水供水，其实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政策啊，好，所以我们一定会来推动啊。那个后面还有登记的吗？我举手好了，我举手好来，天气也弄爽了，对，好，好来，好，谢谢你啊，我屏东一些女士国民之友第二次发言了，咱最近移民朋友在看电视的时候，有看无？农粮署啊，迄走的啊，农粮署啊，产销领域啊，加码补助啊，咱今仔话题一下，我拄仔转向门看到，好，照顾移民，我希望吼，咱副署长等你哦，咱以后咱的全。那个什么产销领域卖三分之一的，那边教过伊全额补助，对不对？哦，啊，我希望哦，
因为拄啊离开个助理就走了，你若伫个医生书内底头编的，我来拍电话离开，啊，注意一下啊，阮书长哦，讲要缺了补助啊，啊，我来看医生书内底是毋是来，安尼唔该，真正的落实照顾移民。那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说，咱最近算计在搞啊，啊哦，可怜咱这。那这企业啊，有哪卡着音啊，卡音啊，啊，听着蔡英文拢会客气啦，因为咱企业意欲拢达到消大量啊，啊，他大陆他本身自己有在发展那个养殖渔业，啊，所以说听到新闻讲说渔业署要什么出去哪里哪里，好像市长新加坡没有给我们渔民的一个消息说，咱企业都卖一堆卖一堆，佫拢无啊，我是希望讲渔业署这边哦，那鸡蛋不要放同一笼，要走出去的话哦，看这种开会的讯息啊，上海无积极的退位了啦，我湾体名怎样了？我们也是要立足台湾，我们也要这样走出去啊，钱大家都想要的啦。好，以上两点。是主席，这我没回答。这个建议很好了，我们就记下来哈。来，各位长官，咱人民朋友，我是第一班的林边第一班的副班长，还有就是中华医学理事吼，不，屏东医学理事啊。我有一点两点啦吼，我就两点甲伊讲，如果咱迄个下埔头迄个海水供应站吼，若起起来，那会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吼，因为伊要供应三个区嘛，下埔头、东海、大庄，啊，结果呢？咱下埔头完全无设计吼，下埔头是无水的哦。下埔头迄个海水供应站，咱下埔头渔民食袂着水，因为没有蓄水池。因为伊个浅蹲讲话吼，我认为无可能起会起来啦。你要那浅蹲上去到东海，哦，上去到大庄，啊，搁下埔头呢？而且下埔头当初前任那吴所长讲叫阮去找蓄水池的地。好，阮好无容易找一地两地，讲，讲我啦，无呢，政府袂当变这个意思。这两块地，恁渔民来家己想办法。啊，哪有这样事？阮渔民无贡献啊，我就讲啊，要叫少数的人去负担这块地，无可能嘛。所以变成啊，到后来呐，变这个海水供应站完全下斧头，没有计划，没有，无就对啊。伊要放个下埔头抽做海水供应站，结果下埔头无食着水。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应该是这个可能同事，就是讲你们这样，包括咱同意的，包括我们市里的长官有在搞不清楚状况。啊，你讲啊吼，我看伊图啊，设计是安尼啦。伊下埔头之外有七个配水箱，啊，当然嘛，渔民公司嘛送到因家啦。啊，因为为了工程经费啊，有是不是当时咧做说明会的时候，咱的这个班长啊，误记了啊，是安怎？这个部分我都跟你讲啦，阮内个就会跟你讲。啊，你若无同意，我就来跟你报告。这是大家共同的代志。伊个事情嘛，只要处理当下，今年开出侪。若无爱做，我相信你上爱欢喜啊，我无意见。好，我直接先跟你报告。这是大家共同的啦吼，这个部分。但是我要跟你报告来讲，只要是对咱渔民有帮忙啊，东西欠少安怎讲，我唔知影。但是若是讲需要迄个地，包括咱阮拢东西管政府都会建议是去改变。若有必要时，包括我需要吼。去征收、去补偿，我一定爱去做，对人渔民帮忙。我伫只甲各位承诺啦，我做的是我绝对是讲会到，做得到。啊，若大家无共识，我咧讲，迄、那个证明物研究员上个嘛，伊即摆为着钱哦，大家带伫来等的。所以讲，李市长加讲到这个部分，包括最近嘛，甲伊在咧沟通。啊，馆长是希望讲，咱的养殖区既然有遮好的这个，咱有这个条件，应该做大家符合的。啊，但是啊，甚至我拢做过讲，阮方讲开出来落去哦，迄、那个哦爱开出一钱啦。啊，所以讲呢，阮咧检讨，哦，当然啦，大家有事讲，咱的讲共客是最高内底饮水，要安怎？这个是一个问题啦。所以讲，我直接要讲，讲水会做了辛苦。大家李水长讲啊，伊建议讲爱一万斤啦，一万斤实讲是也无偌济啦。上限满的即嘛五十栋，嘛加十栋尔尔。好、哦、啊，来紧，有事交代人环境爱去查核，咱绝对是配合中央的指示，咱家己看这无问题啦。伊是希望讲会当较简单嘞，因为即马我知影，哪比这边人嘛咧饲一撮两万尾左右嘛，每双咧饲收税无同。咱个供水系统做真好啊，你逐天遐流水啊，饲到我讲未来饲到200栋都有可能。
啊，其实造成什么问题？药啊都用多嘛，然后人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啊。不过因为大家关注公路这个海水供水系统，我会做我的工程科的科长，哦，阮一定爱去甲你讲清楚。啊，那如果呢，大家无重视，有可能啊吼，嘛是会当我来检讨。好，啊，对，因为讲拢已经七年啊，啊，要搁拖七年。我嘛无意见啦，吼！但是人一定要去思考，莫讲为了哦，讲哦，咱伊既然是三个养殖区，那有可能互你无用着处呢？可能去种啊，甲你讲无清楚了。但是我会甲阮的同事哦，来甲咱个养殖区的即、這个哦，咱个所相关的遮啊业者，包括咱个干部啊，哦，你看一个足好个政策，是安怎？到即马听起来，咱个班长我是陈小官的，无个支持这两个咯，我也是很。我是打一个大的一个亏损，难道难怪月收入那么小益？哦，像这个部分哦，这个定位安尼啦吼，我伫遮我甲你承诺，我会去甲你讲，互你规个容易好势。因为即马人会这个农委会遮，伊请一挂委员啊，伊叫人有一部分来检讨嘛，啊，借这个机会，哦，过来新手需要开遮侪，你无开阿尾，我开十笔出来哦，我看副书记伫遮，伊可能啊，我同甲你答应，吼、哦，这个部分哦，咱家己的代志，我希望能先安尼。这个啊，最后的这个结论，然后我这个就。我提另外一个问题啊，咱拢希望讲咱有大产销比例也是九啊块，结果我有一支迄个白虾有生产比例的，我申请九啊块，提迄个农历年前申请到，即马这一次的8月15前，我要贴拢无。都无审核，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哦，伫古龙以前申请，我有虾啊要打的先申请，到八迄水抓完啊，搁放进水啊，8月15前要搁打，还是没有通过，我唔知道这是安怎。唐秘书，我提起来哈，我再查一下你的案情哈。通常不会啊，应该很快啊，应该很快。还是查有啥物问题，我查一下，好不好？你过年是今年的二月哈，二月到今拢无哈，拢无哈。好，洪理事啊，好，洪理事，对不对？屏东养殖的洪理事。哦。都这样，很奇怪。大家怎么回事啊？执行长，漂亮，哦，也非常啊。哦，来，好，表哥问啦。我是那个温龙海水公园十个主任委员，我唐亚红啦吼。谈到你讲到海水公园，本来我是无爱发言，啊，即摆已经讲到，我就想到发表一下我家己个人的意见，因为这个温龙海水公园吼，近目前咱来讲，伫台省算。一个上可能算盖成功的迄个单位啦，啊，这嘛是迄个渔业署啊，反正有一个足好的政策，所以讲进已经营了成功，所以讲进已经足侪单位来咧参访，但是安遐无一个情报室含一个迄个所在，我上大底阮拢迄个海水公园争取一个啦，啊，这个部分因为今年吼，迄个发迄个啥物前瞻计划用起来，未来用。拍起来，迄个含钱又侪侪个无呐。啊，另外我替海椒讲，阮站争取这个问题。另外我甲替，我嘛是爱替这个咱屏东个遮其他乡市区发表一个我家己个意见，互恁树林参考。咱咧做房做像较早像迄个北四条啊，咪落会半条做半条，我感觉吼对咱个排水吼无改善啦。虽然做三条个金额会较大，但是当初迄个洪理事咧讲的吼，我认为讲，因为我了解就是讲，尾仔你拢因为经费的问题，拢向这个半岛底设计，就是讲放一个水池，让阮家己用水好，伊啊放好搭，搁抽讲，迄对排水绝对拢无较好的迄个方案啦。所以讲，若是建议讲中央若讲无钱，会当头头做一区一区来，啊，但是就是。做啊，像阮安尼，哦，啊，就是自来水也发开咧，就安尼是上好个迄落，因为对排水到迄落，到落改善啦。啊，这个阮阿已经
有这个最好的成果，真就是差一个备用水，甲这个地爆出来，我的水沟，我可能那清起来，对这个淹水的那个问题会搁较好解决，安尼做，以上我甲各位中我报告一下。好，多谢。这温暖体贴哈，大概一温风都在阳光下做搅拌，所以确实是没有一个地方的哈。好，来。感谢协会前理事长陈盖顺做这个规划。我回应一下我那个屏东县协会那个洪理事的问题啊，两点哈。第一点就是那个下午头，而且供应站的问题嘛，那个我记得，在我103年当县协会理事长的时候，我们开季度会议了，后来因为可能没有担任理事长，所以我们对这个排水供应站的进度跟目前到底状况如何，我们完全没有知道，所以这个可能政府在宣传政策的方面可能要在有努力的空间啦，因为虽然没有担任理事长那么久，还是很多人说跟理事长怎么安吉库排水供应站到底进度到回来，所以我说我再想办法问问看。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回收 QR code 这个政策很好，可是像本人从事养殖业20几年了嘛，然后政府开始推动那个产销履历的时候我就有参加了，但是因为后来这个政策其实它不是对生产者非常友善，因为不是食安的问题嘛，就是要加强说你一般山区的自己家庭代工也没有办法贴标签嘛，那后来有回收可能算给有解套，可是反正你在食安要求越高的时候，他那个我们生产者自己要，因为我们可以销售都是小农嘛，然后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简报的内容，就是说有帮我们找一些通路，可是其实像如果我们是生产者，面积又不大，我们要打入那些通路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像那个云南武昌，我举个例好了，这个布子国小跟嘉安国小，他们都是靠近海边，又是养殖重镇啊，结果他们的营养午餐供应水产品比例非常少，因为我现在是担任他们国小的会长，这个我知道。那我有跟那个承包商讲过说这个问题，因为他说，虽然你们靠，可是因为我们还是有，经费考量。第二点就是，鱼产品还是有被鱼刺刺到的问题啊，所以他们不大敢供应鱼产品。这个是现行那个执行面的一些小问题啊。好。谢谢。这个不是小问题。这个这个海水供水站啊，那个郑研究员，那个部分哈，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就来开一个专门为了这个海水供水站开一个说明会或怎么样啊，跟大家再做沟通，报告一下我们处理的状况啊，那跟郑博全组长这边一起，好不好？那那个QR code 这个部分哈，这个本来就是好的事情。那刚刚在讲说对小农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记下来哈。那刚刚在讲这个校园这个营养午餐的事情，一样哈。这个因为那提亚奇他在比菜价是要贵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成本上是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不都打钢架了，稍微几天板加几盖好吧嘞。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再做看怎么样的一个考虑哈。那鱼刺的问题哈，这个渐渐的要解决了哈。那现在有，但是小孩子都去吃那些鱼浆做的，实在不好了，所以要还是要吃这个真的鱼肉哈。那全国因为他们已经有做虱目鱼的那个整个那个鱼排，他就也改也启动。用掉了，那我们会针对这个问题再来做。我们上礼拜在一个国小，市立国小在做，把那咖喱呐哈，安拉把那起掉掉，因为现在大部分小孩子要吃补气的这些啊，确实会有些障碍，那校长老师都会很害怕去戒掉，所以这个部分要让小孩不要怕，
还要让他慢慢去把让这些校园的词语的风气才会起来。这也回应刚刚在讲，我们在推广词语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在做很多的事情。好，那多安方面就回来。好，那呢，长官哦，那呢，渔民朋友大家好哦，我是迄个阮拢新山区的渔民，我叫吴先生。哦，我是一个问题啦吼，因为我的厝边隔壁王建昌，佮我吴先生，啊，佮隔壁迄个桂秋田啦。啊，我迄个新昌区美区的迄个海水公园站吼，诶，即个台仔吼，伫咱美区的时阵，就迄个漏沟去啊。啊，即摆到 A 区的时阵，佫完成啊。结果 B 区的，阮的台仔伊佫无完成，干只有迄台仔啊无供水平台。水表呀？水表嘛，水表嘛无，吼、哦、啊有供水平台是阮捐出了。靠供水平台，啊，毋过即摆迄个喷水的装置嘛无，甚至因为我咧讲路爱迄个路口伊差不多爱咱的设计差五十米啊，一百米就爱一个供水平台，结果阮迄个路口伊差到两百米，所以阮的渔民哦，阮即三四个渔民，阮的供水迄个水哦，爱伫个一两百米以外。啊，甲水管放伫咱的水口里，造成水吼会对咱的水会阻塞啊。哦，啊，确实，阮啊，即个物件漏到会，咱较紧甲阮做好吼，就是对阮的一个好处啊。好，以上，谢谢。组长。即个我想安尼啦吼，有方面问题，我们去看啦。应该是讲东西不是漏沟啦，东西咧设计爱照图设计。啊，有可能当时咱咧规划时阵有去问伊的这个平台，啊，但是伊可能无少精细啊，去调查我们是里面上个近的。当然上个近是咱哦开起来的路嘛嘛，啊，但是伊就是说正百米，伊有讲啊，关键咱东西的设计讲话用去看起啊里的这温啊内底啦吼。但是来紧，咱来看一下是不是有改善的空间啊？好，这个注意一下。反正这个龙代表最后出好的，啊，大家老要吃，最终就烦恼去。迄个水量也无够，而且你看鱼啊又饲又多，大家你水应该建起来十栋安尼，吼、哦，啊，这边啊，不开玩笑，最后那个应该是可以改善的啊。那个诸位，你要不要解释一下？然后你这边，哦，啊，我然后就来看看，应该讲，第一道关键点到，就是你建筑地搞完，沿路啊，还有这个这个部分哦，就是必须在做的时阵哦，伊迄个所在的时阵，唔是讲设计，伊咧叫迄个比例爱用了迄个所在，让个盖大方。所以讲，起码迄个人工固定的时阵，弄在用啊。但是第一摆要用的，刚做一个出口出来，佫无够钱，反正位无够钱，所以讲刚干那做一个出口出来。啊 ，A G 的时阵在设计的时阵。我有迄个设计公司设计落，但是尾啊，伊又属于平方，美区这平方袂使担，所以讲平台搁来做嘞，搁查迄个讲，迄个分水箱甲迄个平台已经做啊，但是迄个分水箱无做出来。其实对政府来讲，迄是小花钱，但是对阮家己私人来讲，阮搁来搁加做，所以讲这伊嘛对我做误解，我拢无咧甲伊讲，但是我是。真正好，但是政府不爱做，我无法度啊！我总袂得讲我做工费，我无薪水，我摕我家己的钱来开对无？这是安尼问题。了解，这算是一个小部分区域的问题哈，就请所长跟那个义工科这边哈，就去看一下，啊，看看他哪方是公位部分，啊，看要不要让他处理，啊，私位部分可能还可以来处理啊，好不好？好，安尼好，这样可以吗？好，来，还有没有？第一排的水吼，甲要满过迄个碗，啊，请啊下来啊。
安尼十关会当来，这个码头的书哈。好，这是很重要的。为底下会后我甲阮讲一下吼，你要收藏。我家有这个相片吼。好，不要紧，你位置是倒位，啊，甲阮这边。第一排。区牌。啊，区牌啊，啊是区牌啦。区牌啊。是这个温纳停水站，诶，迄个头前一条啦。安尼哦。嘿。这若讲是区牌是是水利署的，那我们就转支水利署，好不好？啊，到第二点吼，就是。即马吼，按这个渔民吼，这个是不是爱请这个渔业署的这个长官来关心一下吼？因为咱饲鱼啊吼，真正是一年不不等等，一年较少一倍嘛。啊，即马吼，这里倒债这实在真正有够多啦。啊，请吼安尼长官会当对咱的这个渔管呐的管理监督吼，看有这个法律上的规范无？谢谢哈，谢谢。你都要提一个，都要调整好，后悔啊，我们会把这个提起来。谢谢。来，还有没有？哦，我比较展柜大概十一位了哈，有重复的了哈，大概十一位有发言啊。那所有的事情大概我都会记起来，好，然后。会有会议记录哈，到所有的团体啊，大家都会有啊。啊，若讲今仔无回答到的，哦，阮以后嘛会列管哦，看安怎来鉴定。好，包括问一下，啊，还有没有有人有意见？哦，没有的话，我就要结束啦哈。来，后面还有没有？好，没有的话哈，多谢各位哦，阮的意见哦就丰富。不能啊，这几件啊，上大的问题我知影哦，拄仔咧讲的迄个这个渔患的问题哦，伫底下可能冲击蛮大的哦，我们会把它记下来，然后看整体要安怎来处理哦，啊，甲国政府这边来合作哦，今仔会就到这边哦，多谢各位，谢谢。谢谢副处长。那今天的座谈会哈已经圆满结束，感谢你们参与，然后。